为什么，因为我断了好几次。这什么东西啊？突然关掉了吗？不是第二三关麦，是因为我第二次开的时候，我那个就是我看到我的皮肤很不好，然后又关掉。没有点三关麦，我没有点三关麦，是那个他那个美颜他突然变得很不好，我立马就给他关掉，因为真的太丑了。就是说刚刚有点不好看，我就直接关掉了，然后我就重新看了一个好看的。就是你们就为什么都要就是问的那么清楚，就是这样说我就有一点小小的尴尬。但是而且我待会儿要把第二个直播我给删了，直接给他删掉，直接给他删掉。他为什么他没有保存那个参数呢？就是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谢谢老板，爸说出的什么要生气。为什么这个软件为什么就这么的不智能呢？这口袋四八为什么就不能智能呢？就是我已经调好了，就是前面我调好了，就是那个美颜，不是美颜，就是这种滤镜，然后磨皮，然后那种，然后光亮我都已经调好了，为什么重新开它直接给我关没了？这不是显得太真实了吗？这不好吧。谢谢换个 ID 送的圣诞帽，谢谢铁砂送的巧克力。 No 不是软件不行，可能还是我不行。软件怎么会不行呢？一定是我不行，软件不会不行，一定是我不行。口袋四八好啊，口袋四八太好了，每一次都让我调成一个不同的自己，每一次都是新的自己呢。就是每一次开播可能不是哪里变了就是哪里变了。口袋四八好啊好啊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啊，太好了。谢谢奥利奥奥送的玫瑰花，谢谢翠莎送的巧克力，谢谢。还有一个谁啊？我看一下。谢谢奥利奥送的玫瑰花，没意识的带我走。九，口袋四八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25号下午来，25号。周六我们吃啥？周六吃啥呢？还差你鸡腿，怎么差的呀？找他要去啊，快找他要去。晚安晚安晚安，闺女看，上次奖励什么奖励？为什么你也有奖励啊？真好听。五月的天，你要开始鲜艳晚宴。哦，他送的多，笑死！谢谢老爸爸爸爸爸爸送出的荧光棒，谢谢谢谢。他是尊贵的十二级，你也是呀，你不也是十二级吗？谢谢喵皇，谢谢喵皇的奶茶，谢谢喵皇的巧克力，谢谢。羡慕十二级去了，十二级是最高等级了吗？好厉害！圣诞有特殊公演吗？还是握手？圣诞。
圣诞应该是有特殊公演的，敬请期待吧。这是尊贵的子盾，子盾有啥？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小鱼仔不要这样，那我也只是一个小偶像呀，那还有人让我去连大前辈呢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陆小葵加油，陆小葵加油，小鱼仔加油，谢娜和小鱼仔加油，有握手，有公演有握手，这可以过来看看我啊，本人有多好，就是多不上镜，不是说多好看，就是有点不上镜，就是不上不太上镜，不是多好看。明天还要搬砖，晚安，谢谢三七七，谢谢三七圣诞帽，谢谢，用了好元气，谁还有谁能说我不元气？我必须是元气，我还挺健谈的。快睡觉，快睡觉，快睡觉！螃蟹姐姐，螃蟹姐姐快睡觉，李欣快去睡觉吧，快去吧。妹妹连过哪些最美？连了一个黄义慈前辈，然后还有一个，也是一个 BJ 的前辈。啊、哦！天哪，他叫什么？啊，那个前辈，哦，对，周香，周香前辈。晚安，螃蟹姐姐。梦露圣诞节，握手可以砍棵圣诞树出来吗？我可以做一棵圣诞树，我拿了那个扭扭棒，可以做个圣诞树。哦，对了。你们圣诞节公演会来吗？就是我会穿一个很特殊的服装，我已经买好了，就是你们到时候会傻眼，傻眼，就很特殊的服装哟，惊呆了老铁，这是什么表演？就是这样，就是你们一直跟着啊，记得带上你们相机哦，记得带上你们相机，意思懂，就是说我的意思大家都明白了吗？带上相机，咔嚓咔嚓咔嚓，耶、yeah。带着带着的，对，我刚刚干什么？好家伙，都是大佬，都是大佬，大家都是大佬。那个暮云刘烨，刘云暮烨，你也是大佬，你是九级大佬。相机不会咔嚓怎么办？你是笨蛋吗？是笨蛋吗？你是在骗我的回复吗？直播支持了你呢，我会发照片啊，我会发照片的。这是公主小妹的歌吧？这公主小妹的歌吧？换小号来啊！你小号也八级，怎么小号也那么高？落地就开始笨蛋，我怎么会是笨蛋呀？笑死，说明小号要送的多。这是公主小妹的歌吧？有没有人看过公主小妹？公主小妹，我想涂个口红，嘴巴有点不太红。红了一点点吧，尽情浪费喜悦，也许一旦就永远，还是有点太红了，我就想要那种素一点素一点的感觉，很好看，谢谢。哎呀，怎么感觉涂上也没那么好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呀？无语了。晚安了，洛宝，明天还得打工。晚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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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睡吧，去睡吧，去睡吧，去睡吧。就你们到时候都睡了之后，我还一个人默默的跳舞呢。话说，洛洛看到那个迪士尼1.53亿跟琳娜贝尔的新闻吗？看到了，但是我没点进去，因为我不关心这个。嗯，新代录 YYDS。
好看，谢谢。其实镜头里也不是很红，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是很 care 这个啦。我还有那个小红小熊维尼的披风呢，非常可爱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给你看一下我小熊维尼的披风。给你们看我的照片，就之前的，好看吗？是我姐的女儿，不是我女儿，是我姐的女儿，冰雪女王，冰雪女王，看我，好想回家呀，好久没回家了。快过年了，过年了，过年了！哥哥，什么哥哥？就是哦，给你们看一个，给你看一个，我姐女儿跳舞，她在学拉丁，看，接着呀，这是你今天学的，小胖妞。不是我小时候，这是我姐的女儿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就是很可爱，我真的很想她。这是你今天学的。就超级可爱呀，真的就是很想念了，真是很想念了。有趣，技术上还可以，她跳舞比我好一点。我看一下还有没有。啊，我找到我有刘海的照片了，大家要看吗？看，我有刘海的照片。是我有刘海的照片，都是那时候在义乌呢。是不是很可爱？是不是很可爱？这个照片肉，我就是一个肉肉的，我的脸就是肉肉的。看小熊维尼披风，看到了吗？可以看刚回放。哎，可乐兔同学，不要这样，不必这样。我现在没空删，我马上就把它删了。其实我觉得这张照片很好看，很可爱，就已经是去年的时候了，去年的时候了。感觉没得啥区别吗？真的没有区别吗？
校园体育服在幼儿园拍的吗？什么校园体育服呀？这都不像我了吗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哪里不像我了？这也是我。我之前真的是一直留刘海的。好好看呀，看我自己照片。没看出来，为什么？有区别很大吗？区别大吗？明天早上去大姐家录节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区别不大吧？我觉得不太大，我自己觉得不大。我只是觉得我好怀念，时间过得好快呀！我居然来重庆都待了快两个月了。10月9号、10月9号、12月9号。我已经来重庆两个多月了，都没回过家呢还。爱上自己了，我一直都很爱自己呀，一直都是很爱自己的。你在重庆待了快30年，但是你可能就是重庆人吧？有学生证吗？学生证好像没有哎。你是那个什么招聘网站来的？对，我是招聘网站来的。是的，我是招聘网站来的，从遥远的浙江招过来的。Ice Queen。OK， 听一下，是硬糖少女的吗？你是硬糖少女，你是硬糖少女还是？硬糖少女还是伯贤的 Ice Queen 呀、啊？为什么那么想不开？我现在觉得这里挺好的。我一刚来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受不了，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挺好的。S N H 的吗？为什么我搜不到 S N H 的 Ice Queen 呀、啊？还有人以为是热拉来的，热拉来的不是我呀。嗯。网易云可以听哦，网易云，网易云我也是尊贵的黑胶会员呢。听一下，热拉是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就是一个集言网站吧。热拉可能就是这个吧。CKG， 但是他现在把那个 boss 直聘的通道给关掉了，就自从招到了我们之后，他就关掉了。啊，你说想让我跳这个是吧？这首歌其实还听上去还挺甜的哎。等我们退团就会打开了。打开是吗？这招挺好的。这首歌是用来看的，看什么？这首歌用来看，怎么看？这是宋思远的歌了。哦，是用来唱的。哦，这样啊！天哪，我可以唱吗？我比较喜欢唱歌一点。谢谢 SSG， 谢谢 SS 点送出的6个糖果，谢谢。这歌没什么舞蹈动作，就是唱的歌哦。这周六我唱什么呢？这周六我唱一个，大家都说我唱的挺好听的，是大家真的说有提议过我 mini live 唱的一首歌，然后我就选了，听从了大家的意见。哎呀，不要他掉个直播，哎呀。掉个直播真的是让我无语了，就大家说我其实唱那个歌还挺不错的，我就说好，大家觉得不错我就唱吧，是真的不错，我没有开玩笑呀。
确实我都还没唱过歌。我现在要唱歌吗？我不唱，我那确实哥哥还没开始就在喊好听。嘿，就是你们是骗我的吗？原来就是骗我的吗？我是真的觉得你们觉得我好听哎，我真的有打算唱那个歌。我想唱一首威廉古堡，我想唱 rap 威廉古堡，我觉得他那个歌词太有画面感了。拥有蓝色眼睛，凯瑟琳公主，专吃黑暖暖的黑老鼠，当然没骗我，那我就唱啦。我还要拉一个搭档呢，妹妹歌单真的好酷，接下来唱一首高歌一曲。大家有听过吗？威廉古堡，耶、yeah。想点想点，疼吗？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？每次让我一个人独自尽快。装满着雾，那不能波折的坟墓，古堡里一片荒芜。不会一起扫把的胖女巫，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，她用的黑猫小鸡来山呼哇啦呜，有人用水晶球占卜，她说三点长进长的角度，能看清你前世是狼人还是蝙蝠。古堡主人未了时满脸络腮胡，习惯在洗完水之后开始撒呼，怪家是一直会说法语，句句优雅的猪，其实会跟约翰福音作为弥补。拥有蓝色眼睛凯瑟琳公主，专吃有 AB 血型的公老鼠，恍恍惚惚是谁的脚步，饮食茶壶装张浪蜘蛛，辛辛苦苦趁恰怕日出，白色蜡烛温暖了空屋。觉得坟墓古堡里一片荒芜，像个嘈杂的迷途。不会一起扫把的胖女巫，用拉丁文念咒语啦啦呜，太阳的黑猫上去来想哭啦啦呜呜，用水晶球替人占卜，他说下午三点阳光收紧张大的脚步，能看见你前世是狼人还是蝙蝠。古堡主人威廉二世满脸落落撒呼，在六六直播看到我 Hell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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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丽姐姐 Hello 你好，有家的住其实千回年约翰福音作为弥补，拥有双色蓝鲸凯瑟琳公主，专吃拥有 AB 血型的公老鼠，恍恍惚惚是谁的脚步，影子茶壶装蟑螂蜘蛛，辛辛苦苦全家怕日出呀呀 check it check it 呀呀呜呜。这个怎么停留？一直停留，谁让他在停留？为什么我的女朋友在场外加油？你看我出糗，你说分数怎么停留？一直停留，他让谁停留？为什么我女朋友在场外加油，还让我出糗？呀，耶耶 ，check it check it， 哦哦，他会有那么自信？我对我的歌声一直是很自信，我对我的歌声一直抱有自信。呜呜呀。check i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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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说边唱来。给你我最拿手的歌拿出来，这是我最拿手的歌。
是宝丽龙，也敢也得配色，也不配黄绿红。叮叮当，叮叮当，听到我的手机铃声，你别太紧张。现在夜惊魂，从晚上玩到清晨，打得太乖。因为圣诞节，我们全部变成嗨翻，很应景的歌，我们尽情的喝。今年或许过得很苦，但今天我们可乐。Let's Christmas, you broke my heart。今年元旦我又 party like a rock star， 让每个地方都变成皇宫，宅男都触动我变广众。一种，祝你元旦快乐，花钱选一种。N 等于 Merry，C 等于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，就选 Merry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 ，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。我想念着你，夜半夜的老公公不小心彻了底，现在孩子在夜里窃喜，我的 MC 又来了，喘气在你。今天还去练舞，当然要录了。苏美珊还没叫我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还没叫我。你会保留她还是删除？两个人还是单独？你是她的白马王子还是删除？该不会生了小孩了就像吴淡如？时间还早还不想回家？制造火花。谢谢，谢谢送出荧光棒，谢谢未来道路发展。M 等于 Merry，C 等于 Christmas， MC 又来了，就是 Merry Christmas，MC 又来了 ，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记得我的 MC 又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Christmas， 我想要对你说 Merry Merry Christmas。怎么样，这首是不是还可以？这首是不是拿捏了？节奏，谢谢谢谢黄嘉怡叔叔送的圣诞树，谢谢。Yeah， MC 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，Merry Christmas。最喜欢的大学已经下在了台北，不可能遇见的人或许正在和我派对，不可能说的话，那可能先不说话。我是圣诞节丈夫女人，把饼做大，能默默许下愿望。为什么看他舒服？因为他说哦天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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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对了，他叫我叫他哥哥，不要叫他叔叔哎。哈哈哈哈，尴尬。MC 又来了 ，MC 又来了，最想念的季节，我的 MC 又来了 ，Merry Christmas。这首歌这简直就是我的高光时刻。MC 的时候节奏感这么好就好了，我 MC 其实还不错吧，应该好听好听，就是这首歌是我很自信的一首歌，绝对音感，唱啥都能唱。应该或许大概还不错，尤其是这个 Midlife 的时候。真的吗？今天我那个挚爱我唱的还可以吗？谢谢喵皇，谢谢喵皇送糖果，谢谢喵皇送的圣诞帽。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。 哇，谢谢喵皇送的平安果，圣诞三件套，谢谢。还要唱什么歌呀？好想唱歌，但我想看看珊珊还在直播吗？喵皇 TTL， 喵皇 TTL TTL， 电台不可怜，他现在是电台吗？继续 rap， 我真的很会 rap， 不是我说，不是我吹牛。你们有没有看过《篮球火》呀？
昨天有一个人给我说让我唱一个篮球火，真的是太那个了，真是太夸张了。就当时我小时候看的时候就是那个袁大英的东方翔，我当时觉得袁大英好励志啊，但是我现在长大了，我发现那个袁大英就飞完半场，然后那个空中投篮，砰，这样子，这真的好不合理，真的是太不合理了。就你们看的时候，是不是没有感觉不合理？但是你现在以现在眼光去看，真的是太不合理，这简直是一部天雷滚滚的雷剧，帅爆了！我当时也是觉得帅爆了。没有不合理，打球都这样啊，无语。但是我也觉得那个篮球很好看哦。然后我姐的网名到现在还是篮球火里的一个女生的名字，叫 W， 知道吗？那个女教练不是很好看吗？那个女教练她的名字叫 W， 因为她说她叫赢，她叫 Win， 耶耶耶。叔叔还会打球呀，W， 对，我姐，篮球火燃起来，呀呀呀呀！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苦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和你的差别？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你是 loser。闪一边，庆功宴，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我是 Superman， 耶，你是 loser。下课，超人，准备 cookies， 流擦干眼泪。你是 loser， 不好意思，不是，这是歌词说的。你不是炉子，转学管你作弊，还是叫你爸捐钱？我是可以考虑让你帮我擦鞋。比赛考的是实力，不是运气，所以你真的不用太伤心。如果想要再挑战，随时都欢迎。不过你要再努力100年才可以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你是 loser， 快点闪一边，我们在庆功宴。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你是 loser。 好帅呀！呀呀 ，check it， 呜呼呜呼，让绝对无敌传说能永远不会被打破。loser 那边有人掌签名，无法不鼓掌。loser 怎么写个 L 写不下去啊？忘记你的英文太烂，才差点留级。超人其实也需要一点感情，快点，这么快。简讯，他说不想理你这没有东西。最后他还一句，哦，我爱你。比赛靠是实力，不是运气，所以你真的不用太伤心。如果想要再挑战，随时欢迎。不过你要再努力100年才可以。你别在这睡，你怎么哭着脸？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你是 loser， 快点闪一边，我们在庆功宴。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？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我是 Superman， 呀，你是 loser。 哇，好爽啊！我觉得我自己就是Superman， 也，我觉得我现在一整个袁大英的状态。谢谢喵皇的秋天的奶茶，谢谢，摇起来了。哎呀，好爽呀，嘿嘿。现在罗志祥歌还能听吗？其实海派甜心的歌其实也挺好听的，你没有听过吗？洛大英，不了，好难听呀！洛大英这个名字好难听啊。
么呀？叫东方翔，叫东方洛，好，东方洛比较帅一点。偶像剧是几点？不对，这些偶像剧你是几岁看的？我小学的时候就看了，《宝珠姐》。对，那个林达浪，陈宝珠，海派甜心，你们听过吗？海派甜心也很好看，还有那个叫爱风头，对，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挥霍，海派甜心，爱风头，我的童年回忆。想逛逛月球，101够不够？我背你上顶楼，赴汤蹈火，我为你做，每天定期面膜，给你香槟漱口，上六班的生活，赴汤蹈火，我给你做。海派特天空让你尽情挥霍，为你爱风头打造火入魔。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享受，为你爱风头快乐浪街头。海派，哎呀，好想看之前的电视剧呀，好好看。我上高中之后我就不怎么看电视剧了，因为我觉得真的不好看，是我童年看的电视剧都太好看了，我觉得现在都不好看。大美女还好吧，就是中美女的程度。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享受，为你爱风头快乐浪街头。海派呀，就是一个中美女，中等美女。我的用心，海派的生活让你尽情挥霍，为你爱风头打造火入魔。葫芦娃那个小品，可是我不是演葫芦娃的，我演的是皮卡丘呀，乔南，我是皮卡丘，你认错人啊，我真生气。你认错人了，我不是小黄人，我是皮卡丘。啊，你没认错人吗？那天想了几个偷都没有想。我也好生气，为什么呀？这个磕棒。这个磕棒，真的吗？让我听到把世界灭掉的高音好吗？世界灭掉的高音，掀起波澜，抛弃了我。武器大美女啊，还好吧。为什么那么像吴雪宇？为什么啊？我像吗？我本人一点都不像，你有看过我本人吗？你看过我本人的呀？不像啊，真的是一点都不像。哪里像了？到底一点都不像哎！出警了，不像啊，对啊，我觉得不像哎。什么啊？怎么啦？哎呀，你怎么骂人呢？这个黄貂鱼，那你就是叔叔了，你别想是哥哥，就决定。
绝对不是，因为就是那种，就是可能上一年级的叔叔说的话吧，可能就不可能是哥哥，不可能是哥哥。我觉得这个，爸爸可能就是个哥哥，那黄貂鱼可能就是一个叔叔吧，还是那种怪叔叔哦，是妹妹，姐姐。现在越来越来劲了。晚安，明天还要早起，我要问他，好可爱。哎，再给你看一下，给你安利一下我的安利一下我的口，对，不是口红，是我的水杯。我也马上我要去录跳舞了，开吧，开吧。我也觉得这个好可爱，我超喜欢。在哪里能买到？就是我在淘宝旗舰店上买的，它是一个保温杯。我觉得保温杯里比较什么？我又不是卖货主播，我不是卖货的主播呀。刚不是跳了，但是你可以去搜，你可以截个图，然后就是淘宝搜图肯定有的，淘宝搜图肯定有，你可以截个图，截好了吗？截好了吗？就是淘宝搜图肯定有。开小黄车，对，但是我不是卖货主播。如果说相应官方能看到我的话，希望给我一点那个什么。我不是卖萌的主播，我是一个才艺主播，颜值主播加才艺主播加舞蹈主播加歌手主播加 rap 主播加浪彩欢迎你啊！不了，打咩。打咩，颜值主播，他是一个比较幽默的，就是一个有趣、好看的外表加有趣的灵魂，就是这样。没有，浪彩的前辈都特别好，浪彩的前辈都特别棒，只是我觉得是我不配，没有看不起浪彩，真的没有，真的不会，真的，所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。上一次是我跟他第一次见，好像就是哦，不是第一次见，我们是上一次是第一次共台。为什么这些都懂？懂什么？懂哪些？确实都很自信。哎呀，因为我之前就知道一个道理，就是你是一个小美女的话，人家夸你就会说不是。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大美女，人家夸你会真的是觉得就是应该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我也是，不是说大美女啊，但是我觉得我确实，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没有错，就是比小美女稍微高一点点那种感觉，就是只有那种小美女才进不到夸。就怎么说，我也是一个中美女吧，就是要自信一点，就是这样，这个还是挺自信的，不然为什么 CKG 要选我呀？对呀，就是好看就大大方方承认嘛，像我一样，不然为什么 CKG 要选择我呢？大老远从浙江过来呢？空脑壳，这是美而自知，可爱而自知，就是知道自己的优点和缺点，就是一个很清醒的人，我多高？官方身高是1.6米哦，官方身高是1.6米。天边的日落。一起去星河中漫游，静静地牵着你的手。我怎么可能才1.5米？我不是1.5米，但是官方身高1.6米嘛，出道
158.5，其实我实际的身高，但是官方身高是1.6米，就是说重八真的有点虚荣，他要我改掉我的身高，就是他虚荣，不是我虚荣。然后我报1.6米的时候，我都会盖上是，我都会说是官方身高，因为我想要真实一点。不是呀，我体检的时候就是158.5呀。谨言慎行，还好啦，还好啦。垫一垫没毛病，到时候做个发型，搞一个高点的发型，真的差不多，其实，真其实差不多。就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出道那天报实际身高，然后他官方身高给我搞成1.6米了，但是这样的话，谎言大家一下就拆穿了，大家都会知道的呀。这不就是揭穿了吗？就我觉得有点笨笨呢。穿高跟鞋15，那我得踩高跷，我得穿15厘米的高跟鞋啊。娱乐圈都这样吧，应该是矮了往高了抱，高了往矮了抱。不在意。头发两根，你还给我往少了剪，就真的好过分啊！你还给我往少了剪，你真是有点过分。体重没有被改，体重没有被改，体重他可能给我写多了，也不一定。但是我来这里胖了3斤，我现在已经75斤了。啊，就是胖了3斤，现在已经75斤了。就我是真的很瘦，但是我的脸，我的脸就真的瘦不下来，我全身我这个脸就是太胖了，我的脸。我给傅梅珊发个信息，我们要上练舞了，1:30了，明天聊，明天再聊了，家人们，我要上去练舞了，不然到时候练完太晚了，1:30了，家人们，拜拜，我等你们给我回应。可乐兔不要走，喵皇不要走，乔丹不要有。不要走，老板八八八，不要走，未来道路发展不要走，用户不要走，夯大力不要走，好看同学不要走，偶像纯纯不要走，黄鲷鱼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不要走。